啊，老师来了，他也开始。各位师兄大掌啊，我们现在就开始，要不要移过来一点点？移过来一点。哎，可以往前一点没关系，好了。我们大概看一下黑板哦，今天我们的进度就是这样啊。以后一定都是这三个过程的，基本功操了哈，然后八段锦，八段锦大家跟着做，然后最后重点就是太极拳嘛。那我们今天就做那个揽雀尾、彭捋起按四个动作。那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，那代表每一个动作有七个洞。啊，第二个右彭有四个洞，捋有三洞，锦有两洞，这样子。所以各位要学的很多，这样子可能比啊，但我们会花个时间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，上个礼拜那个预备式跟起式嘛啊，预备式有几式？起式有七式，哎，那个七没有算，放下七没有算，那这样会很，那我们先做基本功操好了，基本功操从最下面的那个关节开始哈，好来一样啊，一绕圆圈，慢慢的，很大，二。三、四，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换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。四好，并腿，你画圆圈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开腿，啊。大开一点，明白？要画一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 下一个关节，做压，做压。那至少要持续十五秒以上啊！屁股越接近地面越好，好，换边。你用自己的那个方式，如果你不是很方便，你就自己调整哈。好，再换边，哎，换边变这样子，变压，身体垂直的压，换边往后，然后这个膝盖可以着地的，可以着地，哎。主要就是压大腿的正面这样，好，做反为正面哈。那你的一只腿哈，我们刚才正面、侧面、内面都有，还是外面还没有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要拉外面，就这样压，对。好，换边，好，请，好，换腰哈。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啊，我们一天只做个几种这样，先用这个方式哈，这样转，
哎，膝盖不动，膝盖不动，这样转，转个十六下。嗯，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这样嘛哈，也可以这样绕圆圈，绕圆圈，这样绕圆圈，然后反方向一次，再反方向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总共四次。好。完毕以后可以自己敲一下。好，阿换肩膀啊，来，大功夫。好，那另外一只手伸出来，伸直的。我们动作不要很快哈，那动作大就好，能够碰到耳朵为止，一，八圈就好，二，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反方向也是要八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换边，好，先伸出来，先把。位置站好，还有就可以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反方向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停。好，哎，我们现在，我们今天做有一点是上一次做没有做到的，偶尔会做不一样，到时候你自己再把它组合起来。第一个，我们就是哈，先拍这两个自己的肩膀这边哈。要换什么？这样带子。这样子，你们可以看，大概做十二下就可以了。这样有一点高马步，这样。这块肌肉敲上面，另外一边敲下面，哎，交叉一个敲上面，那个肩膀的那个气，一样十二下。好，来，现在变同侧敲嘛，同侧敲是，右手敲右手边，左手。是敲下面，啊，左手敲左手边，啊，右手这边敲下面，啊，尽量哈，你在敲的时候，眼睛就看斜后方，眼睛就看斜后方，啊，主要就是要把这个肩膀往外拉，做一次给大家看，这样子啊，一、二，你看是不是这样敲开？刚好一个敲上面，敲下面，来，十二下啊，预备，七。你敲过去的哈，我跟你同侧就是这一边，我右手右方向是这样子，左手就敲左边，他也是练腰，也是练肩膀，开肩膀，他不是用手，是用身体哈，这个手是没用力气，手好像两个绳子一样，你只是把它甩上去，甩上去，甩上去，这样，哎，对对对。就甩完以后就松掉，甩完以后就松掉，这样，这也是一个拍子，这样。
好，那、啊、最后一次。